大师兄，你们俩也好久没见了，在这多聊会儿，我先把饭篮子提下去。走。哎，六猴，嗯，你想跑啊？我们一块儿来的，一块儿回去。小师妹，嗯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嗯，六猴，你也站着，听大师兄教训。你那口宝剑。啊，我跟娘说过了，说我自己在练玉女十九剑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剑脱鞘掉进山谷里去了。为这事儿我还哭了一场，娘反而安慰了我，说下次再设法给我找一把好剑。这件事儿早就过去了，你还替他做什么？我一定到江湖上去寻一口一样的宝剑还给你。只怨我自己学艺不精，又能怪谁呢？但己宁失，各必睇靡。你说什么？啊，这是小林子常说的，但尽人事，各凭天命。但己宁失，各必睇靡。林师弟，林师弟，自知聪明，又肯用功，还救过我一命。爹说他为人有侠气，你别看他平时傻乎乎的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么一位爱打抱不平的林平之林大侠，武功竟是那么稀松。武功是可以练的，可这侠义之气却是与生俱来，人品高下，由此而分。大师兄，除了侠气，还有一样气，你和小林子也是不相上下，那就是傲气。小林子跟你都一样，骄傲得很，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大师兄有股傲气是应该的，他姓林的算什么呀？也配耍骄傲？师兄弟们都瞧不起他那副德行。六猴，你怎么老跟小林子过不去啊？我看他还有几分像爹呢。他要是安分守己也就罢了，否则我姓陆的第一个饶不了他。他到底怎么不安分守己了呢？哎呀，走。六猴，六猴，到底是怎么了嘛？六猴，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呢？但愿六猴看走了眼。哎，六猴，六猴，
进破华山剑法，五岳剑派无耻下流，比武不胜，暗算害人。华山派剑宗的传人找到了？我亲自找的程不忧，跟他谈妥了。他怎么讲？程不忧感谢盟主主持公道，能够帮助他铲除岳不群，夺回掌门的位置。他去联络几个人，就来嵩山拜见盟主。好，除掉了岳不群，就剩下衡山派的定义师太了。到底是一群尼姑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师哥，你就准备做五岳剑派的掌门吧。真气！嵩山弟子奉左盟主之命，恭迎华山剑宗二位师叔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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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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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嵩山弟子奉左盟主之命，恭迎华山剑宗二位师叔大驾上山。好，请起，请起。二位师叔，请。嵩山弟子奉左盟主之命，恭迎华山剑宗二位师叔移驾俊吉禅院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请起，请起。二位师叔，请。好好好。嵩山，荣幸荣幸啊！左盟主亲自带领弟子演武，令人敬佩有加呀。整整一个冬季，盟主天天演练，风雨无阻。嗯，统一江湖大业非左盟主莫属啊。二位师兄重返江湖，振兴华山剑宗一派，实在是江湖上值得庆贺的大喜事。惭愧，惭愧啊！25年前，只为华山弃剑两派之争，弃宗不顾本门情谊，自相残杀，逼得剑宗传人隐姓埋名，退归山林。这次承蒙左盟主不弃，我们才有重返江湖的机缘。华山派能称雄百年，不是岳不群一人能独霸的。岳不群篡夺华山掌门的位子25年了，他也该挪挪窝了。我们师兄弟二人受剑宗传人之托，恳请左盟主发下五岳令旗，主持公道，匡扶正义，铲除岳不群，扶持剑宗重掌华山派。咱们慢慢商量，慢慢商量。怎么？剑宗传人一致要求左盟主一同五岳剑派出任掌门。
一统五岳剑派，左盟主出任掌门，这可是众望所归呀，人心所向。衡山、泰山两位师兄，助华山剑宗夺回掌门一事，意为如何？请左盟主吩咐。请过令旗。命泰山、衡山、嵩山派几位师兄助华山剑宗返回华山，收回掌门之位。谨遵左盟主令。华山剑法真是痴人发梦。好，我就跟你们比划比划。我撤。金破华山剑法，谁在笑我？谁呀？这种卑鄙无耻的事，岂是我令狐冲所为？怎么是你啊？你管谁叫前辈呢？去，刘猴，你是刚进洞吗？我一进来就撞上你了。哎，怎么，洞里闹鬼啊？你猴急的来干嘛呀？大师兄，师父师娘上来看你来了。在哪儿？说是要传你紫霞神功，先要考察你的内功修为如何，马上就上来了。那，刘猴，你赶紧去接师父师娘。我把洞里打扫打扫啊，快去。哎，大师兄，我帮你打扫吧。哎呀，你快去呀。哦，师娘，去吧。娘，好妹子，多谢小师妹。华山九宫紫霞第一，为了
传授本门派最高的武功境界。现在我们就先行考察一下令狐冲的功夫进展如何。开始吧。是。冲儿，出剑吧。师娘请。爹，娘使的什么招啊？好像不像剑法，倒有点像刀法。这就是在模仿田伯光的刀法。想要杀了这个淫贼，就必须以快制快。看，你看这招。什么招啊？冲儿，用心还招。不好。畜生，你想干什么？师父，徒儿知错了。令狐冲，你在四国崖练的什么功？我刚才想也没想，一着急就胡乱使出来。我就知道你想都没想。是。这是剑宗的邪路，知道吗？剑宗。早在25年前，我们华山派就有弃剑之分。我们气宗认为，应该是以气御剑，练功是从练气开始；而剑宗呢，他们认为武功一成，即或是内功平平，也能够出奇制胜。最好是气功剑术，两者都是主。都是主，也就是没有主。但是这句话便已进魔道，要在30年前早就没命了。爹，这么可怕？哼，反正剑宗已经服输了。他们死硬到底，始终不肯服输。当年在玉女峰上大比剑，一败涂地后，他们大多数人都横剑自尽了。没死的呢，至今下落不明。玉女峰上一场厮杀，我们华山派就损失了20几位前辈啊，都是同门骨肉，却要相互残杀。最终结果呢？华山派的五岳盟主的地位被嵩山派抢走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不就是因为弃剑之争吗？所以冲儿，我得提醒你，你按照现在的剑法练下去，不出3年，你就会剑重于气，最终毁了你自己，也会毁了前辈们用性命换来的正宗武学，更会毁了我们华山派。师父师娘，弟子犯了大错，请师父师娘重重责罚。不知者不怪。知错就要改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还按照现在的剑法练下去，重则取你的性命，
轻则要废去你的内功，把你逐出门墙。都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都给我好好记住。是。是，师父。师妹，你说刚才令狐冲那一剑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？但愿他是无意的。这么说你也怀疑他是有意的了？嗯，冲儿是个悟性极高的人，出招是无意，但招数呢，似乎是练过，或者在他脑子里过过。无意中露出有意。难道能有人给他指点？哼，莫非在思过崖上还有剑宗的余孽？师父，师父，什么事？师父，山下刚刚传来消息，说恶贼田伯光已经离开长安，又到开封做了几宗大案。嗯，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师妹，看来咱们得往开封府跑一趟了。师兄，眼下危机四伏，嵩山派已经派人去了后山。万一找到剑宗传人，挑起剑气两宗的争斗。哈，师妹，我们明着是去除掉田伯光这个恶贼，实际上是为了打探左冷禅的动静。华山派不能坐以待毙。只怕华山上要有一场血光之灾呀。哎呀！远看黄河一秋呀个仙，近看黄河是一道弯。哎呀，一道弯，一道弯。哎呀，左，哎，苏梅酒啊，酒美呀，酒香啊，哎，令狐兄，故人田伯光来访。哦，田兄，真是想不到。你怎么会来到这华山之上？听说令狐兄在华山顶上坐牢，嘴里弹出鸟来了。小弟特从长安谪仙酒楼的地窖里取得了230年的陈酒啊，来和令狐兄喝个痛快。将这100斤酒挑上华山绝顶，这份人情可大得很呐。好，天兄，恭敬不如从命，请稍后片刻。来来来，令狐兄，来呀。好，天兄，哎，尝尝这好酒啊。哎，多香的酒啊。啊，嗯，哎，哎，尝尝。真是好酒啊。嗯。人间美酒，世所罕有啊。我曾听人言道，长安醇酒以当年
李太白实施喝的大醉的谪仙酒为第一。当今之事，除这两大坛酒，没有第三坛。哦，难道谪仙酒楼的地窖里只有这两坛酒吗？是的，我取了这两坛酒以后，见还有两百余坛酒，心想长安城里达官贵人、凡夫俗子都能喝上这样好的美酒，又如何能显得华山派令狐大侠那娇娇不群、与众不同呢？还因此上，我就到了酒窖里边，我就噼里啪啦、稀里哗啦，那酒香四溢呀，酒长及腰。天兄，你竟然把那两百余坛天下美酒打了个稀烂。是啊是啊，天下只此两坛美酒，这份礼品才显得如此贵重啊啊！多谢多谢。其实田兄将这两大坛酒从长安挑上华山，何等辛苦麻烦。别说是天下佳酿，纵是两坛清水，令狐冲也领你的情。啊，大丈夫，好汉子。我田某是个无恶不作的淫贼，令狐兄却坦然而饮，竟不怕酒中下了毒。哎，也只有如此胸襟的大丈夫，才配喝这样的天下名酒。田兄真是取笑了。不过小弟与田兄交手两次，深知田兄品行自是不端。不过这暗中害人之事，却是不屑为之啊。哦，令狐兄，你可知我这两坛酒是从长安挑到洛阳，然后又转到开封做了两件案，才到华山上来的。哦，原来田兄是为了引开我师父师娘才敢上华山来的。哎呀，这也是逼出来的法子嘛。那好，田兄既然来此就是客人，荒山上无一款待，我就借花献佛，敬你一碗这天下第一美酒。好。这是干什么？田伯光，你作恶多端，人人切齿。我令狐冲敬你落落大方，不算是个卑鄙之徒，才敬你这碗酒。咱们共饮之谊，就此而尽。我令狐冲今天再来领教领教你的快刀高招。你在思过崖变得很厉害呀！哎，你也不问问我来干什么？对待你这种人，就得要不问是非，拔剑便杀。这次我找你办事，对你大大的有好处。用刀剑讲话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哪来的今日？哪来的当初？这当初，我们两个人在衡阳有同桌共饮之谊，还有互让窈窕淑女之情啊！你胡说八道！我胡说八道？令狐兄，你看上那可爱的小尼姑，我就很情愿的让给你。不错不错，我是让给你一个好师傅。我说田兄这千里迢迢的跑到华山干嘛来了？肯定是奉了你小尼姑师傅之命送这两坛美酒给我的吧？那是为了报答我帮他收了你这么一个乖乖的好徒弟吧？这件事情跟小师傅没有关系的。有关系。师傅就是师傅，还分什么大师傅小师傅？你拜夷陵为师是你的造化，你还想不认账吗？你手上的功夫不行，嘴上的功夫倒挺厉害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夷陵小师傅日夜想着你，
请你去见他一面。怎么样？动心了吧？去还是不去？不去。别说是你了，就是我师父师娘、五岳盟主、皇帝老子，谁说了也没用。总之是不去，一万个不去，我十万个不去。令狐兄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咱俩打一赌。打什么赌啊？赢了我不去，这输了嘛，我就更不去了。他说，输了也不去。你要能接住我快刀三十招，我铁木工拍拍屁股就下山。如果你挡不住，你就得跟我一块下山。三十招，田兄未免有点太小看人了吧？这招快！我看。25、26、27、28、90招吧，我输了。不过我事先说了没有？输了赢了我都不去。我说过没有？哎呀，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怎么能？哎，这事儿可真稀奇古怪了。当初我让你拜小尼姑为师，那不过是跟你开了个玩笑，没想到田兄还当真了。我要请不动你下山，一个月之后我就惨死了。哦，天下果然有这种事情。你看，我被点了死穴，下了剧毒，倘若请不到你，一个月以后就会腐烂化脓，我会受3年0-6个月的罪，然后慢慢死掉。哇、哦、原来如此啊。田兄，不知道是哪位高人跟田兄开了这么大个玩笑。你别跟我说风凉话了，如果我活不成，你也别想平安大吉。田兄，刚才在下输给你的是因为最近天气闷热，睡眠不好。我心中不服，待我休息片刻咱们再重新比光。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回我的仙洞去睡一觉。睡，省得在这儿听你啰里啰嗦的。睡觉。真是好地方啊。有种再接我三十招。告诉我，你刚才剑术招法很多，什么人教？
我自创的行不行啊？说好了是比剑的，又是拳又是脚，这次不算。嗯，哼，哎呀，铁兄，就算你在三十招之内，我不小心摔倒了两次，算你武功高强吧。你要杀便杀，你为什么要笑我？要笑也就笑了，为什么还要冷笑？你冷笑完了，你是不是还要耻笑我呀？我跟你比剑法，不是跟你比谁心情好，我也可以笑。哈哈哈哈，就算是我错了，行不行？这还差不多。等我回头好好想想，咱们接着打。啊！哎，你等等，你刚才进洞想那么多怪招，是什么人在里边？我想进去看看。你看看行吗？啊，那可不行。这洞中，住着许多本派前辈啊！你以为你会几种笑法，又不是华山派弟子，就能进去看了吗？原来如此，那他们怎么不出来呢？田兄，这些前辈自然是不屑与田兄动手了。切，啊，这，嗯，他们自命清高，他们沽名钓誉，他们浪得虚名，真是浪得虚名。他们都是些什么人？田兄，这几位老前辈那可是归隐已久啊，他们的名号嘛，那可是不便泄露，就是说了，恐怕田兄也不知道啊。我看呢，还是不说也罢。龟派中还有谁呀？啊？哦，风清扬，风老前辈。你不要乱说啊！就算你风太师叔来了，终归无用，无用。我当真指点几下，难道还收拾不了你这小子吗？你就是风清扬老前辈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令狐冲。是。你也太不成器了，我来教你，你先出一招白虹贯日，接着便是有凤来仪，再使一招金眼横空，接着截剑时。是，多谢风太师叔。田兄果然聪明啊，接招吧，白虹贯日。你给我下山，要不我掐死你！老子就不跟你下山，老子已经打了100多招了，我管你多少招呢？我赢了你就跟我下山。哎，蠢材蠢材，不怪你是岳不群的弟子，只是拘泥不化，不知变通。这用剑之道，讲究行云流水，无所不至。令狐冲，这金玉满堂一定要用剑吗？这行得通吗？田兄，少赔了。本门徒孙拜见本门前辈风太师叔。日头真好啊，好久没晒太阳了。太师叔，你跟我进来，我教你几招。是。Oh.
Oh.